爹，你看，三娘已经没事了。啊，岑姑娘，这真是太好了呀！如今，你在干什么？喂，快把他放下来！到现在，你的眼里还是只有这个贱人。啊！我要杀了他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爹，不要过去，二娘她神志不清。小心呐，小心！啊！三娘，你怎么样啊？啊！你在做什么？配叮当，喜字成双，洞房灯火长夜明，唯旧人，泪天行。是娘让你失足落水，如今你爹身边也有人照顾。你就这么死了？属于他的东西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说得对，陆家的东西都是属于我坤儿的。浊为溪，莫为沁。浊为溪，莫为沁。如今。如今，你醒醒啊！朕气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如今，你醒过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你刚才站着站着就昏过去了，还竟然要……哎，现在没关系了啊。几日不见，你怎么苍老了这么多？是为了我们的婚事吗？求神拜佛也是没用的，还不如找个大夫，对不对？宁大夫，你无论如何得出手救救二夫人呢。我已经为二太太诊过脉了，她心肺受损，肝胆俱裂，最多也只有一个月时间了。啊！喂，这么久了？灰真多呀，怎么变这样了？哎呀，孟文君，有什么好问的？你爱问你去。有话直说。那好，就是，你看啊，咱们也要同住一个屋檐下了。
可是，咱们还不知道岑姑娘你的身份是什么呢？你们可曾听说过化心阁？是有化心阁，阁中化心师，天下万千事皆在心中存。岑姑娘，莫非你是化心师？可是笔呢？可我听说化心师是不轻易下山的。岑姑娘，你下山所为何事啊？不该你问的，不要问。问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问的越多呀，死得越快。当年，你我成家寒舍度日，而今已十年有余。原以为立业之后，便可看似桃花灼灼，一世一家。不他年瓜蝶绵绵，而昌而至。无奈有红叶之盟，却无白头之缘，理不能数。若有来生，愿你比我先走。